带领的团队哈，这个团队呢，他们只着重于要用最传统，然后呢，服装也呈现的是最具传统，还有歌舞歌谣，没错，都具有传统的背景哈，所以呢。其实都是年轻人在吟唱哦，所有的吟唱的部分都非常的道地哦。那个林主席，你是怎么教导的？我非常真心，你把你的真实的功夫都传承下去，对不对？好的，来，再次的给我们的马尼富团队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也现场所有来自各地的好朋友、飞远的好朋友们，这个时候呢，你看到。只要到我们的大园区哦，大园区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最具传统的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呈现。好，是，那老师 OK 了吗？好，你们还没吗？好，我们在刚才我们的主持人林主持介绍说，刚才我们所演唱的这个歌曲是非常的传统，也可以看到我们原住民族的文化其实是与时俱进，然后也非常文化是流动的。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帅哥美女们哈，在表演的同时还配上了这个 Zara 买的墨镜，是的，非常的好看。是的，他们的服装非常的是东海岸的，对，是没错，是东海岸的服装哦，他们的情人帽是具有东海岸的特色。
一首歌曲后，非常的自然化这一组的演出。刚刚除了动作后非常的像人在部落，我们的嘴巴的这个椅子也非常的自然，在刚刚的表演的呈现之中。是的，我们的年轻的团队非常的棒哦。没错。有的觉得说我一边跳舞，然后一边沉浸在音乐当中。那原住民呢，早期的老人家哦，在一边忙碌的时候，一边口中一边嚼槟榔。是。真的好，最接地气的舞蹈。好，来，我们休息30秒后 ，OK 了吗？好，好，来，老师。好，老师，音乐。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阿美族的这个服饰后，我们身上都会披戴一个这样子一个情人带的这样的装扮，非常的漂亮，非常的亮丽。那也象征这个是阿美族的这个传统服饰的一部分。是的，每次看到他们的来自海岸阿美的服装，尤其是那个披肩，传统的那个披肩叫阿鲁塞塞，对不对？是。非常的漂亮。想到小时候回到妈妈的故乡哦，参与我们的传统的婚礼祭的时候呢，穿着的都是非常的传统哦，会有阿鲁塞塞的这个部分哦，是非常让人怀念。好，那来自呢我们今天在大园区的婚礼祭，尤其是来到这里哦，我们这里的风景非常的优美哦，我们的左手边呢是我们的游艇码头，再往前呢是我们的竹围渔港。很多的渔获可以在那里。那当然呢，今天有非常多的飞员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现场，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幸运的参与了这样的一个盛会，同时呢也看到非常多美丽的风景都在我们的当中。没错，非常欢迎大家呢，也借由今天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也能够让大家更深层的了解我们原住民族的多元而且美丽的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当中。也希望呢大家回去之后呢能够口碑相传，将我们这样非常优美的传统文化传扬到各个角落。好的，老师，我们的音乐用高铁运过来了吗？好，那么现场呢我们有非常精彩的这个市集，有原住民的传统美食之外呢，有许多原住民的这个手工艺品。那么我们喜欢的族群朋友们呢，我们可以到现场来购物，我们一起创造经济循环。是的。那同时呢，主持人也呼吁我们现场的所有的与会嘉宾跟族人朋友们，我们一起响应环保。所以在待会我们今天活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来整理我们现场所知道的所有的人为的垃圾，一起爱护我们的环境。是的，那我们每一个休息区的前面呢，都有置放了那个回收垃圾哦。我相信我们原住民同胞，待会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呢，一定会发挥传统的精神，非常的团结。没错。好，老师，那个音乐从高雄的走高铁运送到我们的桃园区府站了吗？坐飞机了，是坐高铁的哈，坐高铁的哈。人家说好事多磨哈，也让你们在舞台上，在场中央让大家都看看。我也混个几手，来，我也混个几手。好了，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媳妇的？赶快，来，主持人这里报名。有单身的哈，可以哪一个？哪里？还有台湾小姐啦，还有那个几手的是头目呢？哦，青年团的那个团长。会长吗？来，我们负责音乐的老师。好，还在坐飞机哈，我们再做介绍。今天单身哈。好，那么可以多多。我们妇女组的也是今天单身吗？好 ，OK。好，那么今天非常多我们大园区跟我们桃园地区的所有族人朋友们都有莅临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同时主持人再次呼吁我们现场所有的的环境团体，以及我们的伯伯、妮娜、妈妈，还有我们的吉娜，所有的还有娃娃，还有贾安娜，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传承我们的语言文化，让我们的语言能够继续在我们的土地上传承下去。给我们的，刚刚。
非常与时俱进的哈，从我们这个透过这个韩国的歌曲哦，再加上刚刚有许多流行的音乐，还有那一首什么又见柳叶鱼啦，又见柳叶新的歌曲，都可以搭配我们刚才有这个不是以及舞蹈的动作啊。在我们待会的时间，还有自由舞台的时间，如果我们要唱传统歌谣的不唱的，请老们能够可以到主持人这里来报名，欢迎上去。